看大宝，今天买的猫粮送了一个逗猫棍儿，然后就自己在那猜上了。你会猜吗？你咋不拿出来也能玩儿？大宝最喜欢玩了，然后自己一个人悄悄的玩。要帮你打开，大宝，我帮你打开来。哎呦呦，都不让我打，别打了吧，打开一会儿就毛都没了。还是这么玩两天吗？这样还能省两天时间。大王子啊，快来玩！大王子一叫就能来。哎呀，一叫就来了，跟姐姐玩吧。来，咦？大王子说没打开。哎呀，撒娇呢。妹妹，你也来啦！胖乎乎的妹妹经过，妹妹来。来，妹妹，上来玩会儿来。妹妹说：“就是过来看看开饭了没。”妹妹，来啊，跟你妈妈玩一会儿来，别压着嘛。哟，四喜呀，四喜来，看人家干嘛呀？这两天两个人老打架，你老去咬四喜干嘛呀？四喜不喜欢他，他老去咬他，有点发情了，大王子。哎呦！赶紧打开，打开吧，要不显得我多小气呀，是吧？送的东西还不舍得，刚打开就是成这样了。干啥呀？掉哪儿去啊？大宝，掉哪儿去啊？哎，大宝最喜欢这个了，让弟弟玩吧。你胖，大王子长得越来越像胖虎了。妹妹，妹妹玩吧，来，妹妹来。因为从小都不喜欢玩这，高冷的呀，啊，你玩儿，这大闺女小儿子，哎，哎呦，死一头撞上去了，你看，难为就是去吃去了，吃吧还不饿，不吃吧还想吃，嗯，咋啦？要求出来，是不是啊？要关在笼子里面。因为他不能跟大王子同时出现，想着把他放在那个屋跟团子在一起，然后呢，他跑到那个产房里面尿了一泡，然后拿那个垫儿埋，把他的几个小宝宝埋在底下，你觉得坏不坏？到处占地盘儿，所以就只能跟大王子换着关了。晚上的时候就让大王子在这个屋，他去客厅。胖虎啊，等一会儿吧啊，一会儿就给你放出来。